你有下面动吗？这个你要动吗？啊，现在是最高位。你先拍一下这里，行啊。要不要打到最低位？背手打到最低位，因为高位的话，那打到低位吧，重新来。对，重新来，因为你高位的话，你翻的还是这边一小对，块，翻的对就感觉呀，对，这是一小片，达到低位吧，低位看起来就是。